接下来我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案例的分享，不过案例不是我分享的，案例会是由我们的陈恒厂的管理员来跟各位分享。那我稍微对于宏辉光电做一个简介，今天会分成六大区块跟各位简介。小弟就只负责公司简介的部分。这是宏辉光电 的一个公司成立的时间以及董事长。董事长今天上午有事，他下午才会出席。宏辉光电的人数并不多，不过我们做的产业啊，因为自动化比较高，所以会用到非常多的能源电力。那宏辉做的产品呢，是for TFT LCD 光电用的保护膜，这是一个耗材，那这个耗材不会出现在各位拿到产品的时候，它是不会出现，过程之中它就会失属。不过因为它必须跟产品直接接触，所以这一项产品呢，算是一个很重要的耗材。那我们的保护膜的用途呢，有分成几个领域，一个是在光电领域，光电 TFT LCD 用的光电板膜，然后进一步的跟各位手机用的那一些最外面的保护膜，那当然现在是以玻璃为主，那在早期是以 PET 为主，那 PET 上面的一些哈扣。或者一些 抗 UV、抗指纹 AR AG、那另外一个是贴在金属表面，在一些不锈钢的金属表面上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会应用的一些用途，然后手机啦、notebook 啦，还有一些那个汽车产业，那宏辉为什么会耗能呢？宏辉的产线啊，80%是在无尘室里面生产的，那20%不在无尘室生产，但是另外的20%它需要加热，所以在于电力的需求，是比较高啦，所以宏辉的产业哈，它的生产过程会消耗很多的能量，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它的意义显得比较的显著啦，然后宏辉光电后续的一些绿色的理念啊，就交由我们的管理员陈恒厂来跟各位简介。感谢今天与会的各位长官，还有工研院能源局，还有加工出口区的这些长官。今天这么热烈的那个莅临，那小弟这边就仅就我们这几年下来的一些节能案例啊，还有一些能源管理组织来做一些分享。那我们在绿色理念、绿色思维、经营理念这边啊，我们最主要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善用奇效，尽享奇能啊，那做就对了。那这个做就对了，其实说起来是蛮顺口的啦。那为什么会说做就对了我们等一下后续有一个曲线图啦。为什么在做节能措施以前跟节能措施做了之后，
它那个我们的单位号的差异性，就由那个曲线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哦。所以我们就说秉持做就对了的理念，那后续我们的一些节能措施啊，一些成效啊，就可以凸显出来。那这边的话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能源的使用状况，那我们全部都是电力啊，哦，所以全部的能源使用100%是电力。那在刚才我们副总有讲到哈，生产设备它的用电是占了55%了，那另外公用常务、公用系统啊，还有空调这边40%，哦，那最主要这边的话是因为我们有无尘室，那里面有就是要调整一个无尘室的一个恒温恒湿啦。那这个部分业界先进可能都非常清楚哦，无尘室是一个比较耗能的一个地方啊，哦，那需求的那个空调也是最大，所以说我们公司这部分的那个能源的使用状况，大概能源那个用电比例是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其他呢有5%左右。那一样哈，哦，我们公司虽然没有推50001啦，但是我们在ISO 14001的这个部分啊，就已经有把能源管理与查核的一个相关组织把它并入在这个14001里面啦，哦，那这边都会有提到的。那一样哦，跟应该跟各位先进的厂内的一个状况是很接近的哦。我们有设能管理代表，就由我们副总这边来做一个推动的执行啦，哦，那能源我们底下有设环境能源资源管理委员会，哦，那是附属于在环安会委员会里面。那再来，哦，管理员这边就是由我小弟这边来负责来查核啊、推动啊这些事务的工作。那我们底下就分为制程啊、生产制程，还有生产设备，还有常务公用设备这方面这三个部分。那底下有生产现场的人员来共同来做一个推动执行的一个工作。那这几年哈，从101年，我们从101年开始推动这个能源那个节能的一些改善措施。101年、102年、103年、104年。那零三年的话，我们04年是获得杰出奖，就是今天我们要办的这个观摩会啦哈。那所以说102年。跟103年、104年得到奖项是103年的一个成效了。那其实103年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可以从成效这边哈可以看到，101年的成效是最大，因为一开始下去做之后，我们从单位耗能去评估它的一个绩效。那单位耗能我们做了这101年只有做半年而已，从下半年开始大量的执行这个。能源管理啊，能源的一个节能措施，那这部分哦，半年里面就有单位耗能就降幅达到30%以上。那102年我们持续了哈，哦，那整个做下来之后，我们的单位耗能哦，101年我们可以看到单位耗能是3350降到2337哦，那个降幅比例是非常就超过30%。那在101年做完之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马上把契约容量把它从1100 kW 调降到920 kW， 哦，然后102年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在继续整年度来做节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成效出来。单耗从2337再降到1581，那契约容量哎还是可以再继续降，已经降到850了。那这个单位耗能已经减少已经又降幅到32%。103年这个节电率哦，现在已经趋于比较稳定、比较合理的一个单位耗能的一个使用状况了。所以说这一年我们的单耗降幅就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有5.7%哦。那再来，我们不会因为说103年、102、103得到奖，我们104年还是持续有在做，甚至在今年我们推动的节能案也不亚于我们101年到103了，甚至我们在101到103的时候，我们投入的节能改善的费用是非常低哦，因为很多我们是用一些管理管制的手法就可以直接达到节能改善的一个方式哦。
那工程改善的话是要后续103年、104年，哎，我们都已经做到管理上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管理管制了。那103、104，我们开始运用工程改善、工程管理的部分来做这个节能改善。那后续101到103花费大概在30万左右，104到105，今年到上半年我们统计下来，总共的投入的那个节能改善的费用大概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但是我们做到的成效是应该是还蛮高的。那这边的话，我们定期的查核实施状况哦，就应该是跟各位先进厂内的一些状况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讲。然后每个月、每日、每季我们要做的一些盘查啦，一些检点的项目。好，那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节约能源的一个教育训练活动哦。在外部我们积极参与各项的一些节能措施的研讨会。那其实有一些节能观念是带进来之后，我们会做的东西会比较多元化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是很积极的在寻求一些研讨会的讯息啊，像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也是参加过蛮多场的，还有一些公部门主办的一些能源的一些研讨活动，哦，那这边我们都有把它统计下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比例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外部的一个训练，那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免费的课程啊，比如说工研院啊、能源局这边啊，还是绿基会啊，还是我们加工出口局这边，也都有很多这样相关类似的课程，那又是免费的，那我们为何不去？那又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节能管理的一个手法跟技术。那所以说这个我就不多讲。那104年，那因为我们104年获得杰出奖之后，那管理处这边还有能源局这边啊，也就希望我们把这些案例啊去做经验交流分享。所以在去年一样是类似这样的场合，我们去参加一样这我们中小企业组的这个分享活动。那年底去年年底就我们绿机会就是这个我们加工出口区举办的一个节能辅导的成果案例。那在上个月我在科工馆这边由中卫中心就是负责在能源管理的训练的部分，也请我说去把这个部分啊跟我们能管员来做交流。那以能管员的一个身份啊，来跟先进这边厂商先进这边齁，大家同事能管员的一个角度啊，去说互相交流观摩，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也是还不错啊。所以我们有达到互动的一个讯息哈。那在内部的话，我们召开的这些能源管理委员会啊，或是相关议题啊，或是一些对有功的人员，我们做一些表扬，那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个措施啊。好，那我们在成效的部分啊，一些行动跟成效的部分，我这边秀一下。这个部分是我们参加能源局104年节能机优厂商的一个选拔的一个资料，那我直接把它复制上来哈，那给大家看一下。那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中小企业，其实我们的用电量如果跟大厂来比是还蛮小的啦，但是以我们自己跟自己来比，我们的降幅是还蛮大的哈。那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单位耗能101年、102年、103年。那这边的话是，它实际它，所以说我们近三年的平均节能大概4.68%，哦，那当然前几年是比较高了，后续就已经趋于比较合理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还是要持续去秉持这样的之前的精神，那等于是可能又要再寻求一些节能的厂商啊，或是我们的管理处啦、绿机会啦，或是工研院啊、能源局这边来协助，那我们持续做一些节能的一个措施。好，那刚才有说到哈，我们101年开始这个方案已经超过15个行动方案了啊。那总节约能源量啊，这边是170万了哈，170万度以上了，那降低二氧化碳的一个排放量，这是这几年，那平均
平均每年都有200吨以上的一个降低 CO2 的一个排放量。那这个是在104年，那今年的部分我还没把它统计进去。那加上今年的话，今年到上半年还是持续很多的一个方案。那这个部分都超已经都超过一千公吨以上的那个 CO2 的抑制量哈。那这个其实是有数据的，那如果没有数据，用我们一些管理管制手法是很难去用数字呈现的部分，就会大过以上秀出来这些数字啦。那哦，这边可以看到哈，这个降幅，这边我刚才有提到，那我们用电契约做了这么多节能措施，我们总是要想说用电契约能不能调降嘛，那也省掉基本的一个基本电费嘛，所以说我们今年把它降到795，我们已经解除能源大用户的一个列管哦。那大家会疑问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冒险降到795？那不是很容易超约吗？那其实超不超约这个问题，在做节能的部分，应该是大家都有比较深入、比较清楚的共识，有一个共识的。我需要超约啊，但是我超约的幅度不要太大就好了。那我整年省下来的电费大过于我超越的电费，那我还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为什么我要降到795？第一个，这个解除列管，那我的工作量会减轻一点点。那另外，我给自己一些压力啦，好，给自己一些压力，就是说我还是要想一些节能措施来做改善。那就是我降幅的比率，我超越的幅度，绝对不能大过于我节省的一个费用，那才有降到795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效所展现出来。那由这个曲线，我刚才也可以算到做就对了啦哈。作为100年的投料单位耗能，我们可以看到蓝色这一条线，你看甚至还有到每单位要6000度以上哈。那101年上半年我们还是蛮高的啊。到下半年6月之后，我们开始做了。你看这条曲线，红色的曲线已经趋于比较平稳了。102年就是在浅蓝色这一条，103年橘色，104年绿色这一条。就其实到后来，这个曲线这样就趋于比较稳定的一个跳动的状态哈。当然有部分会稍微控制到不太可能，小弟有一些疏忽啦，那不知道哪边。这个我们都有后续去，有异常的时候马上去做检讨，然后马上去做一些改善。那善用公部门的资源，就是像我们加工出口区，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加工出口区这边来做这个协助啊。那这个辅导也都是免费哈，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那它是委托率机会，在103年实际到场去挂表。那这个挂表之后，我们针对他所给我们的诊断建议，我们也不是当年度就赶快去做，那我们也是依场内的实际状况去做评估啦。那陆陆续续，他这一次给我们5项建议，我们其实到今年像全部都有执行，那执行率是100%哈。那其他的还有相关的其他的一个措施，是我们没有。比较小的一个措施，但是还是有一个达到一个节能的功效。那这边的话，它给我们的一个建议的节电量大概降低 CO2 的排放量，一年又可以到165啊。那节电率7.55%。那这边的话是我会诊，那加工出口区这边协助我们做节能辅导的一个评估效益，还有一个回收年限，这个是直接可以看得出来，它回收年限在1年以内。那1年以内，大概在各位在做能管的部分的话，在1年以内的一个回收率哦，是相当高哦。那甚至我们一些管制措施，如果不需要做用经费去做工程改善啊，那甚至你赶快做了之后，你就已经马上做马上回收，这个也是很多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出现了。那这个是现场诊断的一个情形啊。那戴安全帽这位就是我们今天又来的绿基会长那个长官啊。那下午我们也会有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啊。那这个是我们现场挂表的一个状况，挂表量测。
那我们针对五项对我们的建议事项，我们大概说明一下。那第一个，我们做节能，第一个就是先诊断你的用电契约合不合理。哦，那这边的话，当然就是以我们的前年度的一个电费的一个使用状况，那这诊断出来，那还是有调降的空间嘛。那这边我刚才有说到，101年我们已经调降到920，102年调降到850。那当初诊断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在想说，调降到810有没有那个必要啊？那我们也是没有马上需要去执行，我们还是依厂内实际的运转状况去做调配，然后做检讨。好，那我们就把这几年的一个用电的需量，把它做统计汇整，然后来计算一下，预计又给我们的建议，那适不适合我们厂内来套用？那我们要计算超越的月份嘛？那再把曲线把它秀出来，画出来，评估看看，到今年105年的年初，我们大胆的把它降到795，那执行到这个月份是8月份，目前有超约，就是六七八都有超约，但是还在我的掌控合理的一个掌控范围里面。那我们在这几个月也有做一些节能措施，我相信应该一整年下来，它的那个减幅的节省下来的费用，应该会大于我超越的费用，所以这个795应该是还蛮合理的一个状态。那没关系，如果不合理，我们明年初我们继续去做评估检讨。好，那第二个案例，这边空调箱改以热棒，因为空调箱我们会知道无尘室一定要恒温恒湿来管理啦，那会除湿之后温度会变得很低啦，那要再把它用加热器来再热。那加热器再热，我们是用电热器来加热。那实际挂表之后，我们的耗能状况是这个情形啊，是蛮大的，因为电热器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个状况哦。那想到的绿机那个诊断之后想到的一个方案，当然就是以热棒方式嘛。那适不适用，我们后续再进行评估。那执行那个在那个能源管理委员会这边。我们讨论之后啊，我们想出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在我的无尘室增设除湿机。那除湿机代替我用冰水来除湿，那我少用冰水之后，我相对我无尘室的一个温度就不会降得太多。那另外除湿机它吹出来是一个热风，可以提升我无尘室里面的一个温度，在一个合理的人体会感受。适当的一个温度哈，那所以说我们就以除湿机来取代热棒，因为热棒的费用比较高，那除湿机两台包含工程费用才能花了20万，那如果热棒的话，当初推估大概也要5-10万以上，那除湿机的话，我们就打算先做了。所以说我们用替代方案嘛，然后除湿机，那这个部分是在104年9月去执行的。就是去年的大概9月份，那执行到现在，那今年我们也是请加工出火区这边也有，我们持续有配合加工出火区的那个诊断工程诊断的一个辅导，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在上半年度在年中的时候也有来挂表量测，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执行的成果是如何，那这个报告我们会等那个。加工区这边啊，跟绿机会这边来那个出一个诊断报告给我们，我们再来评估说，这个合不合理，这个绩效有没有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那我们这里自己把它汇整一个改善前、改善后啦，我如果没有改善、没有这样来做的话，我的那个一天要有大概9000块的一个电费。光我没有生产，但是我实际要开那个空调来做除湿加热这个动作，我就要花9000块一天呢、啊。那我如果用除湿机之后，我换算电费3块的话，一天花不到1000块，那这个可以做啊，
的时候，那最主要我们用除湿机是要本来的想法是说要在我生产线中全部停机，但是我还要保持无尘室的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状态。那没有想到说我无尘室关机关掉之后，无尘室空调关掉之后，我开只有开除湿机的方式。那本来是想说停机的状态啊，那后来我们在实际架生产线有架动的时候，我除湿机在偶然的一个点没有把它关掉，哎，我反而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也是不错，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刚才这边我先提到，就是说我生产线全部停机的时候，改用除湿机把空调给它关掉，哦，这样一个状况就已经投资费用在200,000，那降低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有67吨了。那这个是一个成效一啦，这是无尘生产线停机的状态。那成效二就刚好说，我生产架动的状态之下，我还搭配除湿机来使用，那我可以降低我冰水机的一个负载。那冰水机负载降低之后，我相对啊，电热器啊、加湿啊、一些其他的再热装置啊，哦，都跟着，那就改善前啊，哦，冰水需求要80吨嘛，那是以我们冰水阀开度来去换算嘛，哦，那改善后我推估剩70RT 嘛。那再热器我完全没有用到再热器了，那是不是可以取代我热棒的部分啊？那无尘室温度控制我还是可以保持在22到23，那湿度的话我是在55到68之间哈。那这边的话是我们一个改善的一个能源耗用量、节省电力、CO2 的一个排放量、抑制量。那回收年限在4个月里面就可以回收。这个案是蛮大的一个改善案。那第三个哈，这个第三个是在空压机的部分啦。空压机的部分，我们要小型的30马力的一个螺旋主机啦。那因为产线的架动状况不一啦，有时候是一条产线开一条，那另外一条在那边修。那这个架动状况不一的话，我们还是要开30马力的一个空压机来使用。那它的停卸载幅度会相当大，那我们量表量测之后啊，它的负载率仅56%，这是全载状态，所以说这样是一个比较浪费的一个状态啦。那所以建议我们改用变频机啊，变频空压机啊，原本是怎么要把它汰换掉。这边我刚才有提到啊，那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把它汰换掉，我们是请我们的空压机原厂商来跟我们协助啊，看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说，我不用汰换，我要花最小的钱来做，可以达到我变频的一个功效，那当然就是外挂一个变频器嘛，啊，那外挂变频器的费用也比一台新的空压机还低啊，那这个工程在今年4月完成，那这个也列入今年的一个我们的工程绩效评估量测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也是在年终的时候有请地基会他们进来做量测检测服务啊。哦，那这个我们刚才他预计会这边两次来为我们诊断了，那这边也有改善前改善后的一个状况，那使用变频机之后啊，我们投资的费用在150,000，回收年限啊，大概一年出头一点点，超过一年大概14个月了，一年大概多了2个月。那另外压力的调降的部分啊，因为我们产线哈，生产线使用的压力要定的一个供应给它了。那原本空压机它是使用机械式的一个压力控制，那压力 sensor 是设在主机上面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机械式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日常的切换啊调整。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去评估看怎么样去做调降的一个部分，那这个评估下来节省的耗电费用，我们想办法把压力调降，压力调降我会想要怎么样去执行。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主机的压力设定，我们改系统比较接近实际生产线使用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压力设定。
哦，那这边的话，我们降低一公斤的压力，我们可以省掉到4到8%，这是一个经验值啊，这个业界的一个经验值啊。那我们也是要跟制程这边来做讨论嘛。那 OK， 讨论完之后我们做量测嘛，哦，那可以把空压机增设电子式压力控制器，然后 sensor 就装在我们的系统管路上面，然后依实际的系统压力，对，这样我主机的压力可以调降了一公斤下来，哦，因为我实际本来如果主机设7公斤，我实际达到，主机现场我要7公斤，但是我主机要设到8公斤，那我如果以系统压力的话，我就依我系统要的公斤数去做一个调整就可以达到，哦，那这边的话改善前，哦，我们机械控制机械表啊。改善后我们用电子式的，然后控制，然后另外我两台主机用电子式的，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切换的一个动作，那也维持比较好的一个主机运转。那这边的成效，哦，这个成效空压机的成效也是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哦，那这个部分，系统压力调降，在我们的调降之后，这个部分是调降是不用，是用操作管理的方式嘛，那这个可以立即回收。但是我们之前在做电子式的压力控制的时候，就已经有花费一笔费用在上面了，这个没有把它列入进去了。那第五个采用高效率灯具，哦，那最主要是我们厂区的那个日光灯，20瓦跟40瓦的日光灯，在近几年全部把它汰换成 LED。另外在仓库啊、作业区啊，有用到水银灯的部分，我们陆续把它换成螺旋灯，哦，比如说500瓦的水银灯，我们把它换成85瓦或105瓦的螺旋省电灯泡。那近期我们又去评估说，用 LED 的部分 ，LED 的球灯泡直接把它更换，哦，这样的 LED 的部分可以降到50瓦的一个瓦数。那这个部分是一个用高效率灯具的一个评估，哦，啊，这边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哦，分两阶段，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啊，还是要分阶段去执行这个部分，啊，那用 LED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 LED 它的发光效率比较高，啊，比如说我轻钢架有四支灯管的话，我换 LED 我都把它改成3支灯管，就可以达到它相同的一个照度。那另外 LED 的那个节电的比率，哦，跟我们传统大概有超过50%，哦，所以这个部分你看我灯管换掉之后，就下一页可以看到，哦，灯管数改善前改善后，你看光是40瓦我就从488剩下326支，哦，20瓦226，哦，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还有20瓦换的部分都有把它剪灯管了，那其他我把剩下的也把它拿去使用，比如说在走道的部分，我就都全部改用一支灯管来使用，哦，啊，因为走道我们需求的照度不需要太高，啊，所以可以这样来做一个执行的一个方案。那这边的话，成效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哦，这个更换线材啊，工资的这个费用不算高啊，那回收年限也是在12个月以内，啊，节省电费跟我的投资费用是差不多的，所以一年以内就可以回收回来。好，那这边的话，实际执行成效的一个汇诊表，哦，这边改善项目这五项，那实际执行这五项的执行时间点都这边都有列入了，哦，那回收年限4.6个月，回收全部回收回来，哈，哦。那 CO2 的减量，一年238吨。这是以我们平均单价以3.01块来做计算，那 CO2 的减量是以102年的那0.522公斤这个 CO2 的部分来做，每度电是0.522公斤来做一个计算。那这边的话，我要最主要呈现的部分就是说，
管理处这边给我们的辅导，他给我们的建议事项，加上我们自己去做厂内的一个评估，综合评估结果之后，我们实际执行的节电量又大过于他我们初步的一个诊断量哦。那节电效益一样哦，这个红线的部分是我们实际的一个效，那这个是我们当初管理处这边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辅导的建议啦哦。那我们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哦。那这个温室气体的减量又大过于原本推估的，实际执行成效是还蛮不错的哦，都已经远大过于我们当初评估的一个现况。好，那其他还有很多案例啦，我这边大概把它汇整一下。那这些案例我们下午有很多，我们会现场会看得到哦。好，那无尘室的湿度随季节调整控制啦。那无尘室的一个正压，这两个都是针对无尘室的部分。那因为我们无尘室的那个湿度啊来调整，是依照我们冬季外气湿度偏低，夏季外气湿度偏高，这一个想法，这一个大气的一个湿度的变化幅度来做适当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夏天需要除湿，冬天需要加湿，那你如果是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去做调整，你可以我们达到的一个节能率啊，推估降幅5%，然后节能效益这边也可以也蛮大的一个效益。那正压调降，因为一是依照我们产业的一个现况，每个有可能需要比较精密的一个电子产业啦，或是一些厂可能不太适合，那这个可能就是依照各厂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实际我们是可以把它调降哦，从原本的正压值我们要2以上哦，我们把它陆续调降到0.5，那这个变频风车从50赫兹。已经调降到35赫兹哦，这个调降下来之后啊，我整个外气的空调除湿的这个部分哦，那负载会相对的减少，那这个部分我把它节能效率都会整在这边，空压机整并提升运转效率哦，我们适当的来使用这个小型的空压机，这个部分就是随着我们生产线的一个架动状况，比如说我如果开一条生产线，或是说我生产线全部停下来，我不一定要开30马力的大型空压机，我一样用，我可以改切换我的小型空压机，但是前提是我管线要把它合并起来，因为这个小型空压机原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管线系统，好，那我们把它管线并联起来，那是就是说用管理的方式，日常管理啊，我是现场的使用状态来做一个调整。那另外，这个部分是今年刚做的哦，空调冷却水塔修缮及管路避免，因为在今年夏天，我发现我的空调冷却水塔的水温已经降不下来，已经快接近出水温度，快接超过40度了哦。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要维修，一定要更换那个散热材。那维修我顺便，为什么会温度升到这么高？因为我的负载不够了，容量不够，我400吨的冰水机，我的冷却水塔500吨，那冷却水塔的一个，我跟绿机会这边检讨了，其实不太够了，因为像现在外气的温度已经越来越高了，不像以前我们抓个1.2%，那1.2倍的一个比例就可以达到一个冷却效果，所以说我原本有一个闲置的500吨的，是单独运行的一个水塔，我把它整并起来，利用工程改善配管的方式把它整并起来，由500吨的水塔变成1000吨的水塔，那一样的冰水机400吨的冰水机来使用1000吨的水塔，那大家可想而知，我水温每降一度，我可以节省到多少的那个体积的一个耗电状况。哦，那这个部分呢，哦，节电费大概有38万左右啊，那降低 CO 是67吨。另外，这个是在前几年就已经做了哦。变电站用
用空调滴水机，用空调箱型冷气来做一个通风啦，来做一个空调的降温状态。那这个是比较好，用压缩机的话是比较耗电的。那我们用通风排风扇，哦，增设排风扇。那排风扇它可以降到的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但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温度，我们等下面会看得到。那刚才说到的另外照明的部分，我们已经把它替换成 LED 或螺旋的，这个部分降幅的比例更高，达到超过80%。那这边会整下来的节能效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细项的话，我这边刚才有说到了哦，无尘式空调温那湿度随季节来调整变化了。那冬季我就适当的把它调降一点点，哦，3%也好，1%其实1%就有感受得到你的冰水负荷会降低了哦。那非冬季的话，我们把它适当的把它拉高一点点，除湿量不用烫那么多，那可以相对的我冰水槽的输出，加湿器的一个输出，那改善前改善后，那这个差异性这边就可以比较出来。另外，风车变频器的一个调降，哦，从50赫兹调降到35赫兹，最直接的就是我风车的一个运转耗电已经降低了。另外，哦，这边是我为什么要可以这样的调降？这个也是要跟自己那边来做一个检讨讨论。那适当的，我刚才说到也是要依各厂的一个状况，我这边可以这样做。那可能说大家要执行的时候是跟制程单位讨论一下，我这样的一个洁净度是可以这样做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去尝试哦这样一个做法。那调降之后啊，减少换气回数啊，那这个耗电量直接降，好，25降到25.5哦。那在空压机的一个准备提升运转效率的部分啊，这个刚才有提到哦，刚才是调降压力。那调降压力那个部分之前，我们就先做的这个电子式的一个控制器哈，然后管路把它并联起来。刚才也有提到，小型空压机并到大系统来使用。那压力设定用电子式的改成系统压力设定，从原本的主机设定改成系统压力设定。我现场使用多少压力，我调降到多少就好了。调整。那这个成效，也是这样换算出来。那刚才说的电子控那个工程改善，就是用增设电子式的一个控制的部分，那工程费用大概在50000块。那其实这个工程费用都是蛮低的啦，应该都是在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里面。那你如果计算一下回收年限的话，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回收年限，我的一些执行案例几乎都在1年以内的一个案例。好，那冷却水塔管路并联，这个在今刚才说的并联的部分，还有在推估到103年，我还有另外做一个，在之前啊是用胖虎的并联方式，因为我原本有这两台冰水主机啊，它是独立对应一台冷却水泵。那冬天的时候，我们知道哦，冬天的时候我的冷却水需求不用那么大，那我是不是开一台冷却水就可以？那前提我管路要把它并联起来。把独立的管路把它并联起来，那我就依照我夏天当然我要恢复成1:1的方式嘛，冬天的时候我就把它并联起来之后变成1:2，一台泵不对应两台主机，那这样的执行成效，我可以达到那个冷却的一个效果。啊，这边我的冷却那个泵的管路把它并联起来，那适当的1月份来做一个调整，哦，冬季当然最初是以冬季的部分，那慢慢把它看能不能一年里面有6个月份都可以这样来执行，那看起来是还可以的。那另外就是说，也是可以依照我生产线的一个状况啊，哦，生产线的状况，如果冰水库这不用那么大，我就可以这样的一个调整方式。那这个部分哦，这个刚才有大概提到了哦，那水塔呢，就水塔管路并联变成1000吨哦，那变成1000吨，增加冷却水的一个效率了，那降低水温，提升主机的一个效率。这边的话，我们有实际去量测了，改善前，你看我刚才说出水温度甚至有到40度以上了哦，那改善后，我现在
现在都大概30度出头，但是另外就是说你的风扇要增加嘛，哦，原本我只有一组水塔的是两台风扇，我现在变成两组水塔，可能要开到3台风扇、4台风扇，那用温度去做控制，它自动的去随着温度水温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散热起底的一个动作，那这样换算起来呢，它的度数超过5度的话，我们把它换算计算一下那个饮水机的那个电流耗电，大概可以降到20A左右，那换算下来，那它的执行值，等一下下一页会看得到哦。那这边的话，附加效益哦，降低水温可以延长我冰机的使用年限，以提升那个效率。另外，水塔不易结构，延长散热材的使用年限。那我们还要搭配我们的，当然要搭配我们的一些冷却水的一个处理药剂啊，还有一个水质的一个排放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相关配合厂商这样做一个这样执行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是我们施工的一个状况哈，好，这个散热材换下里面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构状态。那管路并联，好，这边把它并联起来，好，这个油漆并联起来，把它油漆，啊，并联完成的一个状况哈。那中间用一个阀门把它做一个连通的一个动作。那我这样的做法之后，我就是要把夏天的部分就把它用到，把它合并起来。那冬天的时候，我再恢复成单组的冰冷却水塔来使用就可以了。那这边会整起来，按一、按二，按一就是说我刚才胖幅的合并按，按二就是冷却水塔散热材更换跟冷却水塔的一个管路并联，那合并起来，那这个回收那个投入的费用跟回收的一个年限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变电站的部分啊，变电站的部分我们改用通风扇的改善，好，就是改善前用箱型冷气，改善后我们就换成一个通风扇，这个下午我们会到现场会看得到。那这个通风扇一台才23000块而已，那据这个的实际的耗电大概1度。那天井灯的部分，这个我就大概大家看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这个秀一下，我下午到实际参观的时候还会可以看到实际东西，大家应该很清楚会知道哈。好，水银灯我就不要用了，那换算成螺旋灯。啊，这边没有改到，抱歉，这个是已经是螺旋灯泡了。那105比较制程的要需要高照明的部分，因为105瓦，那这个节电效率可以达到75%，可以看一下。那今年104年之后，我们陆续哦，从水银灯、螺旋灯到 LED 的球灯泡哦，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所以我们是一直有在想说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啦，除了已经做了节能之后，第一阶段做了之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怎么样去陆续执行，哦，更精进。那另外我们太阳能的部分在屋顶整片哦，都把它用太阳能，都把它出租给我们，做太阳能板来用太阳能发电。那这个的话，不预计啦，它因为它这个一片的发电是245瓦，那总共有1426片哈，那这样换算起来的话，我们的减碳效益一年大概也有超过200吨。那这边的话是我们太阳能的一个发电监控系统，那这个下午我们厂区那边会看得到哈，那这个我们下午再请我们的绿照公司来帮我们做讲解。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发电状况哦，跟我们推估的还高于我们推估的一个状况。那减碳的幅度大概在230度，230度，哦，刚才我们预估大概200度左右，那这边也超过。当然，所以随着年使用年限慢慢的衰退了。那另外，我再用一些场内现在有做的一个状况，就是感应式的照明啊，哦，那。太麻的增设啊，饮水机
饮水机定时器啊。啊，现在饮水机新型的饮水机自己本身也有定时的装置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原本厂区旧型的饮水机没有，我去买一个定时器来装增设。那后来我们改换了之后，已经都内建定时装置了。那休息室会议室我们增设风扇。那温度我们设定27度，那配合风扇来使用。那另外在冷管，你在执行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点啊，或是一些难度的、啊。那比如说你跟他说我们调整27度，那还是会有去做调整的、啊。那我们运用一点小手法，在里面用一个按键加盖，让你没有办法去按。当然这个是比较不建议的、啊，因为还是以人来那个。尽量克制自己的一个做法，这样是比较完善。那如果不行的话，冷管员要在执行上可以这样来做了。那另外回收我们厂内在水的部分，我们回收厂内的空调冷凝水来做一个浇灌的一个动作。那、啊、每天浇灌的那个省下来的吨数，一年也超过500吨哈。那、啊、像我们今年对我们厂区的绿化啊，又真的建了很多树啦、草皮啦，那对这个浇灌的需求会。慢慢又增加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后续会再看怎么样回收其他的一个水做再利用。那远端监控哈，这个用非常简单的一个远端监控软体啦，那这个部分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在用手机、用电脑连到厅域的一个网站，那可以连到我们的一个监控系统，那可以说远端的一个监控哈，那适当的去做调整。依照我们实际状况、外机状况，我们去做可调整的一个动作。好，那我大概快结束了哈。那能源优化哈，目前长远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在目前还有50位并入一个监控系统里面啊，未来持续改善，期望能够全部的系统都可以并入我的一个中央监控系统里面。那另外厂区的照明啊，全部尽量。把它 LED 化的啦，或是说一些高效率的一个灯具。那目前的厂区大概90%都是已经做 LED 的部分了、喔、那无尘室的风管管路整并案，这个预期的一个节能率也有达到30%。那废水回收，我们预计在年底或是明年会来执行这个动作，把厂区的一些废水把它回收，那可以再达到30%的一个回收率、喔。另外制程的一个加热器的一个改善哈，保温啊，这个是管理处辅导的案件里面用口头来跟我们说可以这样的做，那这个我们陆续会去做执行或是评估。那这个最后一个冷却水塔，这个已经执行完成了。然后那这个特殊制机啊，我跟这个102年我们管理处这边也有帮我们机油厂商。那103年这个是我们的前任董事长哦，我们去。优等奖，中小企业组的优等奖，这个能源局主办嘛，哦，那这个是去年我们王副总经理，哦，到我们那边，经济部长这边来颁奖。好，这边我做个结论啊，哦，可以用节能管制的手法来做优先的来一个改善，这个是比较不花费用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如果要一开始推动，就需要一些很大的经费的话，有可能。公司这边会有一些评估或是一些delay啊，那我可以用管制的手法来做改善，哦，这个可以做优先。那获得主管啊、长官啊的一个信任之后，你做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做到这么多节能的部分，啊，我后续要再推工程案件，要发挥到经费的话，会比较好推。哦，那另外修缮的部分可以把节能的构想把它整并进去，像我刚才说的冷却水塔的部分。利用修缮的部分，把它并入节能思考里面，然后一起来推动，一起执行，那个效果会更高哦。那另外啊，充分利用公部门的一些资源，像我们交通区的辅导案件啊，或是工业局的节能减碳服务团啊，这个都是对我们厂内一个帮忙哦。那节能要从规划段做起来，如果规划段没有做好的话，这可以凸显冷管员的一个价值啊。那冷管员就是要从这边没有做的部分去做改善的，那这相对会比较困难一点啦。但是说建厂的时候如果没有从规划设做的话，
有可能是当初的一个设计理念，或是会不一样。那这个我们后续啦，要利用工程手法来做改善。好，那以上是大概我的案例介绍哈。那我先大概到这边，谢谢。有厂商的案例分享，有请高冠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蔡志凡副科长。那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节约能源就是一个好的一个，不是说百分之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百分之至少五六十可以帮忙各位业界先进来处理对抗一个不景气的一个时代。哦，那我先简单的介绍我们高冠公司，啊，道具比较久。今天也是先工商服务一下，哇，你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在那个我们台湾唯一的内地啦，南投县南投工业区，我们隔壁是麻吉工厂。大家假如有机会跟着游览车到那个我们麻吉工厂，现在是全台湾好像观光工厂第一，人数最多。虽然跟我们没有关系，只是在隔壁而已。我们就是到隔壁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看到我们高冠公司。那我们高冠公司最主要哦，成立于1973年，到现在已经43年了。那总面积45,000平方米哦。那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产品，我手上是拿的贴纸啊。这个是我们那个客户印刷的贴纸，然后还有就是胶带，现在像这个哦，文创纸胶带，这个胶带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我们在做，简单讲，我们基本的业务是在做涂胶的啦，哦，这该很感觉哦。那我们除了胶带之外，也有做商标纸、离型纸，这个是商标纸，其实是我们主要业务啦。那各位知道最近新闻有播一个那个纯粹喝卖到新加坡、韩国的，很夯嘛哦。纯粹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它外面那个透明的那个标签，那个基本上都是我们做的哦。印刷虽然不是我们印的，但是纸是我们做的。那我们的产品结构其实蛮类似，就是宏微光电的，因为我们都是薄膜拿来做一些加工的一个概念。那但是我们跟他们不要让技术要求比较高，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把薄膜拿来涂一涂出去收起来就是。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生产制程，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从面纸这边哦发纸过来，面纸在这发。但是其实我们重点是底纸，对底纸的加工比较多。底纸先涂胶，涂胶之后经过烘箱把它烘干，因为加工两年嘛，那个胶里面都有溶剂或者说水，它把它烤干，然后烤干之后才跟面纸贴在一起，然后把它收起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贴纸的这个结构，它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最耗能的一个阶段是在烘箱这个地方，耗能量最高，所以我们以能源管理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先找出大头，耗能能耗最高的地方，就我们场内最优先在处理的，其实是这一部分干燥的耗能的部分。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认证啊。我们在1993年就取得 ISO 9001的认证，那这是当年在胶带业界算是第一家。然后2008年取得 ISO 14000针对环境管理的认证哦。然后2011年取得50001，那50001是能源管理系统，那我们在业界里面算是比较早取得50001的一家。那2014年取得 ISO 14064-1温室气体减量排查的一个认证，然后同年也取得绿建筑评级，那我们是旧建筑去改建的取得。
然后年底因为有这个建筑遗址，然后再去跟经济部工业局申请绿色工厂的部分，那也感谢工业局给我们这个绿色工厂的标章。那2015年我们就是取得一些绩优奖的优等奖，就我们今天才有机会在这边跟各位先去分享。那同年我们在也发行了那个第一版的 CSR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那各位先进长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官方网页去下载。那我们的这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是有经过第三方认证，然后也取得了台湾企业有序报告奖的肯定。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一个就是说 ISO 50001，因为我们是 follow ISO 50001的一个能源管理的一个制度。其实很简单哦，相信各位对 ISO 都不陌生。ISO 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PDCA，PDCA 先从 plan 开始嘛。所以你一开始一定就是说，先做调查，先去对你厂内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设备机具、耗能的设备做调查，然后去检讨哪些是重大，哪些是重大，你再针对这些重大的能源使用，再去想。想说要怎么去执行方案，最后就是执行。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的 PDCA 流程，每年都这样重复的。哦，其实虽然说我们刚看到那个成功人士跟我们讲，虽然同一方面没有做 ISO 50001，他们没有取得认证，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有在做，因为确实就是 follow 这样一个程序，你每年就是去看、去检讨、去整理，说，我厂内目前最耗能的设备是哪一些？最耗能的制程在哪里？今年跟去年有没有什么改变？哦，然后或者说，今年有没有认识新的厂商，给我们新的建议？这个也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工厂，不是万能的啦。哦，我家里还都打米，然后等下被他们总会让他用。我们只能说，比如说，有机会来这里，那今天那后面也有很多厂商在分享，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借由这种机会。厂商给我们建议，我们听到回去跟厂内的公务同仁检讨，有没有机会来做这个改善。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良机哦。每年这样子做，就可以有效的把你的能源节约下来。好，那这个是公司的能源政策啦，因为是 ISO 系统，它都要去制定一个公司的政策。那我们政策是符合法规，能效提升，全员改善。全员参与持续改善。那这个是我们的能委会的组织哦。那主任委员当然是总经理，他是下面能源代表，因为去年刚好是我担任能源代表的部分，所以这边我在这边跟各位分享。那这个是组织的部分。那推广节能教育宣导的部分，就是也是一样跟同一光电一样，我们有跟地基会部分。合作比较深，那在中小企业知识期刊在专访的时候，我们也是跟那个记者在推广说，我们在节能这一块，哦，其实我们总经理很对我们在节能这一块很不遗余力，他推广相当不遗余力。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因为我们在这边得到了一些好处，我们老师跟各位讲，我们觉得节能真的有取得到在年终的财务报表上有取得一些好处，所以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这个真的是好东西。所以我们总经理他常常南北这样奔波，但那他今天刚好也是出国出差没办法，但他其实他今天很想来跟各位企业先进分享，我们台湾企业在成本上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东南亚这些廉价成本的国家去比拼，这个是确定的事实啦。反正今天。你要跟我比价钱，一定还有更便宜的东西可以卖。这已经不是单纯去比 CP 值，已经不是我们台湾企业可以去做竞争的一个部分。我们就要去想，怎么样再把钱生出来。节能真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节能不是 one shot， 也不是说今年做完明年就结束了，你要持续做，一直做。为什么？今年节能的回收5万块，5万块明年还是在省啊，后年还是在省啊。你只要找出。去找机会，各式各样小细节的机会去找出来，你其实每年省下来的钱其实相当的可观。那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节能具体
措施哦，其实因为我们产业跟宏观光电蛮类似，其实很多措施大家会觉得，哎，不是刚刚陈工程师在讲过吗？怎么你又讲一次？就不好意思，这个就是大家有志一同，好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你们只要看到大家都做，你们公司还没做，你回去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表示业界也是有很多实力的。第一个是 EOC 的一个废弃回收再利用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跟各位报告一下 ，EOC 废弃就是所谓的有机挥发性气体，因为我们是做涂胶的啦，胶里面其实有很多那个溶剂，溶剂其实对大家身体都不是很好，溶剂那个吸进去，对大家身体都不太好，对健康是有危害的。所以溶剂我们做完一定要去做管膜的处理。那过去我们是用活性炭在做管膜处理，就是活性炭把那个废溶剂收集起来。好，但是活性炭的处理能力大概92%左右，90%到92%左右。那 RTO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利用高温哦。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锅炉。那它里面是陶瓷的设备，它利用高温800°C， 把你那些溶剂基本上几乎全部都烧干净了。800°C， 我们在做北平烤鸭200°C 就觉得很可怕，它居然用到800°C， 所以它的回收有机溶剂回收的效率是高达97%以上。那我们场内实际在测都是99%以上，但是我们老实讲哦，投这个设备很贵。这个设备很贵，一开始我们听到投这个设备要1亿的时候，没有人投得下去啊，真的太贵了。但是到后来，就是说，因为其实随着设备的那个厂商能力的精进，设备价钱其实也是会逐年下滑。那到了一个说我们也可以接受的部分，一个 target price 的时候，我们才投下去。那这个部分，第一个是解决了我们在有机挥发性气体的处理。那第二个就是说，你把有机挥发性的气体烧掉之后，产生热能嘛？那这个热能其实就可以回收拉来我们的刚刚我所说的烘箱，再回收再利用。所以我们等于又少掉说我要另外再去拉管线补充能源来烧干我们胶的那个部分的能源。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一举两得，就它除了处理掉我那些简单讲废气啊。废气的空污问题之外，它又能够再帮我减少我那个瓦斯的使用量，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投资，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很值得。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天然气替代重油燃烧，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那个锅炉是用重油，那重油其实就热煤油，用热煤油燃烧，相信。也有蛮多先进，目前还是用热煤油在燃烧，热煤油是比较便宜，我们经常是讲比较便宜，但是天然气比较干净，这个相信大家有头上知道，热煤油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悬浮微粒，其实对我们大家的呼吸并不是太好，但是天然气就没有这个困扰，因为天然气有一个缺点，缺点贵，大家听到这个就捅下去了。那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会这样做呢？那除了环保的那个概念之外，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热煤油，它是先用热油去燃烧，然后去带蒸汽，带蒸汽之后再去做热交换，所以它等于是一个间接燃烧再去供热的一个概念。那天然气的时候，我就直接在机台烘箱旁边装那个天然气，瓦斯管直接拉过去，我拉在旁边，天然气直接烧就直接供给烘箱使用。所以我这个天然气的部分呢，它就可以直接使用，直接跟间接比，当然是直接的效率比较好嘛。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利用这个原理，那去 cover 掉说，瓦斯的一个成本比较高的一个问题。那各位可以看到，那我们也是一次做了，我们逐年做的。我们在这个地方，2012年重油，你看占还占大概30%左右的比例。到2013年是减掉大概剩6%，2014年之后，我们基本上厂内已经不燃烧重油的只剩那个对高基底之外在用重油。
那么接下来是太阳能板专案哦，这个其实我们比较早做，2012年我们就已经建了。那我们在厂区，我们南投的厂区其实也蛮大的，我们做的第一个是做499千瓦，第二个做264千瓦。大家知道为什么499？因为超过500，那个价钱不一样。哎呀，不应该大家都知道。可能各位对这个数字比较没有感觉，但是各位知道我们中部其实指标性的厂商是台积电、中科厂、植物厂，他们大概463千瓦。其实中科厂、台积电、中科厂真的比我们工厂大，但是他们没有全部都铺。啊，我们是铁皮屋，所以我们基本上几乎全部都架。但是哦，我老实跟各位讲，要看各位企业所在的地点跟地理位置啊，不是每一个企业都适用。你今天公司在基隆做这个，效果会比较差一点。那我们在南投，我们刚好向南，所以阳光的部分还 OK 哦。而且去年哦发生台风之后，我们总经理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有没有掉下来，他其实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目前看起来还 OK，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3年了哦，跟各位讲那个效率都超过当初评估的，所以像我们刚那个成功程师有讲说，我们光电今年开始做，其实没有问题，那个回收效率真的没有问题。像我最近要搬新家，我在想我新家上面阳台哦，虽然只有10平，我在想也来做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响应政府那个百万绿能屋网的那个概念，真的可以做了。因为像我们只是出租屋顶给业者，其实我们厂商本身风险是很低的，风险真的是很低，也不太需要什么额外投资。就这个，假如各位企业先进的屋顶，或者顶楼是有空间，然后你的土地也是自己，真的跟各位建议说，这个真的是可以做的，而且这个就是现状，这个真的就是现状，而且又是去取得你的企业形象，所以我们这个还蛮推荐给大家来思考。那这个全厂照明能源管制哦，这个刚刚也讲过，那我们也是2012就做了哦，我们当年也是在评估，原本公课提出的提案是 T8 灯管能不能先改 T5 灯管，因为 T5 灯管的效率就比较好。所以我们老板就说：“欸，你们改成 D5， 那就直接 LED 就好啦。”一句话就全部改 LED 了，那个价钱差很多。但是为什么？为什么老板改？哦，不是因为他是老板，老板不是万能的，但他也是经过一些评估的。第一个哦，我们还是讲到回收年，因为刚刚陈工程师讲回收年限，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回收年限是我们做能源绩效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我再强调最重要。我们当年做这个花200万，但是回收年限两年就回来了。哦，各位企业先进，不要觉得说投资能源的金额大，你就不敢投。今天回收年限短的情况下，你投资金额大，反而是帮你的企业赚更多钱，省更多钱。你不要觉得说，我开这个板托，啊，回收年限10年啊，5万块很少没关系。可是你回收年限10年啊，你那个投进去你要等10年才回来，200万2年，我2年之后每年就是省100万，省100万。对，蔡总统的预算一个月才6万而已，我一年省100万，我可以请他，对不对？我年终还可以给他4个月都没有问题。刚刚讲到政府要我们加薪，要我们找新人，怎么来？评估这些东西来，其实像我们的客户是印刷业为主，他们用到那个印刷完要做那个 UV 照射，去把油墨处理，把油墨干燥。其实他们因为过去传统产业，其实印刷业那个形态大部分都是传统产业，人数都不多，他们都是用那个 UV 灯那个比较旧型的那其实他们都有在评估要不要改 LED， 因为他说什么现场很热，印刷厂那个印刷机一直在跑又吵，他那个灯又热，他们员工夏天已经快受不了，冷气钱又很贵，他在评估说要不要找厂商把我这个 LED 灯换成 LED。 但是我去那个老板娘在跟我讲，就跟他讲，老板你不要觉得那个换 LED 很贵，你要去想你把它换 LED 之后，
多久可以回收？你今天你讲五年之内可以回收，我认为其实都很合理。你虽然花的钱多，可能两三百万，你今天两三年回收你之后，你又别谈，我敢说，我们今天企业在赚钱，像我们公司，昨天在跟台南的那个同仁在讲，我们公司卖那个商标纸、铜版纸最基本的，那个一平方米才赚你零点几块钱。哦，他昨天跟我讲说，为什么我们公司成本那么贵？我说不是那个问题，同业都降，他都在降价，为什么我们不愿意销价？我就跟他讲说，你那个铜板纸一平方米才赚0.3块，你卖10,000平方米就是1500公斤，你搬那1500公斤搬到客户那边才赚3000块，你一个月薪水3万块，你赚搬那么多才赚3000块，那个真的很难赚。但是这个，对，每年100万就进来了。就各位企业先生再跟各位再就是分享一下这个部分省的钱，因为我们去外面拼死拼活，哦，跟客户寡诺啊，哦，其实不爱邻居，他都在接受同业销价的竞争下，我跟你讲，这样子看我谈，真的是，假如有机会，这个是一个利用管理手法，跟我们各位，比如说哎，能源界有一些厂商，他的知识、他的技能水平已经到那。跟我们帮助，哦，那我也是在这边也是跟各位就是说以绿能为主来帮助各位工厂的那种公司来讲，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帮忙我们业绩嘛，就是你们的技术要不断的提升，那提出来的方案一定要告诉我们说能够省多少钱，因为我们最重要，我们老实讲啊，做绿能企业形象一回事，我们最重要是实际上我们多久可以回收，运用你这个技术。100万虽然贵，但是我一年回收真的投得下去，董事会那个再过就很快。所以这边还是跟各位讲，就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做节能不是做面子，是做椅子。哦，那被锅炉废热器回收的行动，这部分就是把那个锅炉尾气拉回来做一个那个热回收，这个部分比较简单哦，改善幅度也很大，然后。烘箱电热器更换哦，那这边也是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机器年纪大哦，就要退休了啦。他跟我们的不一样，老师傅他有经验，他可以做经验传承，他技术越做越精进。旧的机器他不会技术越来越精进，旧的机器他只会越来越耗能而已。所以我们当初除了耗能之外哦，旧的机器他那个，因为我们烘箱。要的是温度要到那个标准，它这台已经差20年，它那个烘箱温度都不到标准，它每次做出来的东西，我们营业同仁都要去跟客户怎样，对不起，然后这次又做烂，客诉真的是很难处理的哦。所以除了品质的问题之外，能源方面也实际上就带给我们很大的回馈，所以机器年纪到了，该退休了就要让它退。这边跟企业先生分享这个观念。那台电契约容量，这也是跟刚刚也有讲哦，就是其实我们有在做认真在做节能的公司，你每年都有新案子在想啊。那结完了之后，你就是要去稍微去 review 一下你整场全年的用电量。我们大概是两三年 review 一次吧，因为我们已经做蛮久了，我们不会每年去 review， 我们大概两三年看一次说，哎，我们的契约容量需不需要？调价，哦，那当然这个要看说各位企业先生公司本身的用电量，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另外一方面你自己有没有额外在投资新的设备，因为有时候虽然你这边省电省，但是你新的设备又砸下去，那有可能还是用电契约容量可能还是往上。但是像我们所知道，那个雾峰那边亚洲大学他们就蛮厉害的，他们去年新盖一个博物馆。但是他们整个用电量没有增加，这个是蛮厉害的。你看，你新盖它那个博物馆也蛮大的，新盖一个馆，哦，地板面积忘掉多大，而是新盖整个一个馆，但是整个用电哦，用电量完全没有增加，表示什么？它在别的地方都把它省下来了，哦，所以这个是刚好我所知道的一个亚洲大学的情况，跟各位分享。那降低无尘室耗，这个也是。大家也都有自力统啊，哦，因为有无尘室真的是，我们做 ISO 5001评估出来，想要等的都接收在，
因为我们是上面是一个烘箱，下面无尘室，无尘室要恒温恒湿，烘箱哎、欸，烘箱当然要越热越好啊，烘箱怎么可能让它冷掉，对不对？所以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中间隔热要做好，我们光这个隔热做下来，用电就省下来，就是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过去一直都没想到，我们无尘室摆在那边十年了，每年都耗电这样耗，其实这个点子倒是当要是当初一开始就有想到，我们不知道可以省多少钱。哦，那当然后面是有一些，就是说，例如说去改掉那个，也其实也是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待机的时候，你没有在 run， 你没有在做工作的时候，其实不用用那么多电，不用用那么多空调去在那边虚耗，没有在真的没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切说，例如说我内部循环就好了，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节省。所以其实无尘室这个空间，假如各位企业先进厂内有类似无尘室或是洁净室。其实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它能够节能的点其实还蛮多的。像包括刚刚陈工程师讲的那个用那个除湿机，哦，那个我还没听到，我回去也要跟我们厂内分享。哦，那个太棒了，除湿机来用，可以用空调，哎，除湿机跟冷气机差很多。哦，那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公司能源绩效指标啦。因为我们2011年才开始导入 ISO 50001，可以说我们从这一年才开始做能源。那我们看2010年哦，我们单位耗能量是160千卡每米平方，因为我们是用米平方的计哦。嗯，告诉你一点不到，我记得是109啊，到去年已经变到109了，已经少了三分之一了。这个都是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各位现场的朋友，这个都是企业竞争力。我们都是要这样努力的，因为确实像刚刚陈公子就讲过，一开始做真的很爽，前面的绩效做过了，可是我蛮不幸的，我是在这边进来的，我在这边总那个总经理出来说，哎，志柏你去帮我布门，我说我靠，前面好看的都被你们捡走了，剩下派单来拿我，哇，我那个时候是蛮挫一蛋的，但是我认为。节能哦，有两个，第一个管理手法，第二个你本身的那个专业能力，就是我跟我们公务课的同仁搭配，你专业能力的部分，你其实还是要实际上有在操作机电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才会了解。我们这个兼差的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怎样去管理？那去管理怎样去管理？有在看公司，有在看，有在注，有在重视。它基本上就不会太差，管理面的部分就是这样。你只要公司花心力在这个地方，我们老板每年都在宣誓啊，每年都说节能很重要，节能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他要是没有做节能，他很难面对董事会。我讲直接一点，节能省下来的钱就是公司赚的钱。那以上有任何问题，或是说各位先进有没有？那跟我们交流的部分，是我们在下午在一起。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谢谢。那下一位是大康织机股份有限公司邱成威科长。各位先进，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大康织机的能管员邱成威。那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公司一些节能的手法。那这是我们公司的基本资料，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呢是各种机械设备的制造，那也有纺织针织的一些电子品。那另外我们在103年的时候节约成效其实看起来并不高，因为我们在103年的时候主要是针对一个电力监控系统去做一些厂内的优化跟行政的调整。那这一次有机会得到这个机油奖的话，是因为我们在101年以及102年，哦，那时候刚开始做节能规划的时候，我们有节省了很大一部分。那我们当初所节省下来的成果，让我们从台电的蓄热容量从900千瓦啊，哦，降到现在750千瓦，那用油量也大概下降了15%。但是因为我们厂内因为是做机械设备的零件的组装，另外也有牛仔布。那我们用有的，我们的能资源用的比较单纯，就用到蒸汽锅炉跟电。那电的主要最大的耗能就是空压的部分。
那我们公司创立1956年，是制造织袜机的厂商。那我们土耳其设有办公室，意大利有关系企业。那我们另外也有做高品质的牛仔布。那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公司的产品针对不同需求而制造不同的袜种，那有丝袜，还有平面袜等等之类的，那都是根据我们的机型来去做应对。这是我们公司在去年意大利展览的时候，因为我们公司为了积极的增加一些国际的那个曝光率，所以我们在每年都会去国外参展，那不管是纺织展、纺织厂或者是机械厂，那我们常常会去做一些展览的部分。那这是我们公司近几年的亮点，我们公司近几年一直朝着绿色工厂的方向前进。那我们透过那个绿建筑以及清洁生产的部分，那来到达使我们提升我们公司的企业的绿色形象跟能资源的使用效率。那这部分一直是我们公司努力的目标，因为就像刚刚前面几位讲的，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的产品的产值跟竞争力。那我们公司在2000年有得到经济部的小巨人奖，那之后通过 ISO 14001、901跟 CE 认证，那2006年有获得台湾金鼎奖，那最近几年就是通过14064跟 PS2050，还有 ISO 5001能源管理系统。那在图片上可以看到时代与变迁的部分，我们用我们的身上的衣着的来做个举例。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人们穿着的布料是比较少的。那渐渐的到最近几年我们穿着我们人们的穿着都使用的布料越来越少。那这也符合我们一个世界的潮流趋势，就是所谓的节约能源嘛，节能减碳。那我们来想一下，如果下一个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的穿着会有什么变化？那因为我们公司是卖布的啦，所以我们会举这个例子，会觉得比较好有趣。那你们可以想一下，下个世纪的话会是什么样的？那这个是一个21世纪的假想图。那使用方式呢？那就请各位自己发挥想象力。那我们公司位于彰化市跟花坛的交界处。那红色的部分是我们做织袜机的厂区。黄色部分呢是做牛仔布，那我们公司总共占地约18000坪。节能政策呢，我觉得应该是每间工厂都大同小异。那但是我们公司主要是着重在于持续改善的部分。那一开始我们做节能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凝聚员工的向心力，让员工知道说，你公司确定真的要做这个节能，而且是非常有决心的。那因为通常有许多人可能是觉得说，高层可能是随口讲讲而已，那我们就听听就好。但是呢，我们公司为了让员工了解清楚的了解知道我们的节能的目标，那我们在厂区各楼层都会有个电子看板，那我们会公布那些执行目标、执行成果跟执行绩效，让员工知道说我们高层的决心。另外，我们也每个月都透过一个同心月会，那我们会集合所有的员工做一个宣导，那针对各部门的提案、节能想法来做一些宣导跟实施，也会对基层员工针对他们的提案予以嘉奖或者是奖励。那因为通常有很多很棒的提案都是基层员工他们想出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现场的作业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一些鼓励的方式让他们提出来。那我们再透过能管员来做一些案子的宣导以及那个节能的效益评估。那我们的能源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我们公司的大家长。管理与查核部分呢，我们是由东区绿基会来协助与指导。那另外我们也从网络上节约能源园区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工业节能的手法跟技术手册，那这部分也是我们公司做一个改进的参考。那这是我们公司近几年推动节约能源的成果，那有锅炉重油的效率改善跟更换替污，那另外我们设置水冷式的中央空调来提升能源效率，也减少空压损失、空压机的压力跟提升它的效率。另外就是我们最近做的电力监控系统跟一些厂区的改善。
那锅炉重油的效率改善部分呢，我们是透过一个购买一个节油设备，让油包水啊、哦，产生当水沸腾的时候，它产生一个产生蒸汽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油爆的现象。那油爆会产生，让它这个会形成二次雾化。那二次雾化的时候，它就可以燃烧成更有效率燃烧。那它进而可以降低污染啊、哦，减少锅炉的腐蚀啊。这是我们锅炉设备的一个系统的界面。另外呢，我们是设置水冷式的中央空调来提升能源效率，主要是因为我们原本是各厂区啊办公室是气冷式的空调，那因为依据哈能源局公告，设备效率跟水冷式有比较大的节能空间，所以我们利用厂房扩建的时候，用水冷式中央空调来取代气冷式。那另外我们也设置监控系统，那避免员工有一些部分员工会他们为了觉得。会觉得哎温度可能不够，他们会随意的调整，所以我们用监控系统来搭配我们一个云端软体，刚好提到一个 TeamViewer， 好，我们可以用这部分来搭配，然后做一个节省的效果。另外呢，我们调整空压机效率是因为我们厂内有一个30码跟50码的空压机，那我们会依据厂内的作业情况，然后去调配时，今天是要开30码还是50码。那用这个切换效果来达到一个节能效果。另外，我们也每日检查哈，我们气动手工具或者是空气软管有没有泄压或者是漏压的情况。那这个是电力监控系统的部分，它是属于比较行政管理的。那我们针对能源及相关单位哦，也加装数位式电表。那另也调整生产时程，譬如说长时间运转的机器或者是一些样品机。我们会把它设定在离峰时段开启，那避免避开这个尖峰时段用电。另外，我们透过 ISO 50001的能源管理系统中的设备能源鉴定鉴别，那可以更清楚了解设备的使用以及情况。那如果有异常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 ISO 50001来去寻找原因，看是哪个单位或者是哪边用电量会有异常，跟平常不同一样。那另外，我们就会分析用电情况，再给我们的主管知道。另外，以我们公司建置电力监控系统的经验来看，我觉得电力监控系统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线路损耗的部分。因为我们刚开始做电力监控系统的时候，我们的损耗有到达 30%。 那如果 30% 的话，那就觉得这个电力监控系统可能就没有那么有可靠性。那后来是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了，慢慢的调整，那现在大概落在 8% 以内。那但是当你调整了这一年之间哦，你就浪费了许多节能的机会跟节能的时间，所以这部分当初你们在如果有意要做电力监控系统的话，可以在合约内哦跟厂商说明这一点，这是给各位参考的。另外，我们也针对各个设备来做能源鉴别，这是我们当初做 ISO 501的时候对各个设备的鉴别。那另外也有各个设备都要量表去了解说它实际用量跟用电情况如何。那这是能源量测的部分。那我们一开始在做50001的时候是没有做电力监控系统的，所以我们是参考产品产量、用电量跟外气温度来去做这一个能源的机械。那能源机械是每年必须要做一次，然后来比照你去年年度你的是否会能源误差会过大。另外呢，我们也针对重大的设备来装置数位电表，那就是刚刚提到的哦，现场公用设备跟制程设备的，那这是我们一个部件的参考图。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制作报表，针对每月与去年同期相比，那每日各单位的用电量，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秀在各个厂区的电子看板上，让员工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的用电量啊，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进步？那今天如果有异常的话，那可能就去分析原因。那为了节约能源，我们公司也有一些讨论区，那我们提倡所谓的共乘制度。那虽然说配对的几率不高，但是如果我们配对成功的话，公司会予以嘉奖。那提案与奖励机制呢，就是我们每个月因为就是有同心约会这个部分，那我们每月都会票选最佳的员工，那有最佳提案的话，那我们都会颁发奖金。这个是公司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的一个部分。
另外呢，我们厂区哦，可以看到绿色绿化植林的部分，我们厂区内又有2000坪的空地，那我们拿来种植白杨树。那我们当初为什么会种植白杨树呢？是因为它白杨树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生长快，它结单吸碳能力又强。那这个就是我们当初参考台湾大学实验里面的一个报告里面引用的。那因为前几年我们有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叫做温减法。前几年我们有提到说温室气体减量，那这个部分就是可以我们针对我们地球可以来实施一个减量的部分。那五年大概可以节省140吨的二氧化碳，那这是属于公司一个无悔的政策。另外呢，我们停车场呢是使用小石子铺成的。那小石子它的缺点呢？的优点呢，是因为它可以基地保水的功能。另外呢，我们也制作太阳能发电系统，不过我们的太阳能是自行建造的，也是卖给台电，它自行建造。那这是我们当初的种植前的空地，那现在大概种植约6年，已经大概有3-4公尺高，已经快追到那个台电的电缆线。那台电就要求我们说要把截一半掉，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电线。不过它白杨树的生长速度非常快。那这是我们公司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我们当初的设置容量是258千瓦，那实际发电下来一年大概产生有30万度。那就是刚刚提到说，主要它的发电量是跟地区有关。另外呢，我们在利用建制新厂的时候，我们在厂区的周边会有一个可能以前是个管道间或者是储物间，那我们因为每位员工并不是都有一个休息室，有些作业员他的位置就在他的座位上，但是他并没有位置可以坐，那我们就利用这些空闲的空间，然后我们做一个员工的休息室，让员工都有休息。那这个大概长2米，宽1.5米，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足够，而且为了我们一个男女平等的部分，我们还有分楼层分男女。另外呢，为了减少一些堆高机运输成本，那我们使用一个直立式的自动仓储，那像这部分我们就可以省下一些油耗跟一些污染。另外呢，我们也厂内会有一些废木头站板，我们平时是把它拆解，为了一些体积的压缩。那我们会针对一些员工一些特殊工作场所，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工作平台的高度要求，或者是工作椅的部分，那我们配合他的人因工学来做一个给他们一个特殊的工作桌或者是工作椅来使用，这也是为了让员工一个舒适感。另外呢，我们还有安装一个土壤湿度感应器，它主要有2个机制，第一个就是开麻，它就是设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才会开启，另外它就是监测土壤的湿度，如果土壤的水不够的话，它就会自动洒水。那土壤湿度这个部分，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买得到，它是属于一个晶片的安装在里面。那我们洒水的话也是以雨水优先。那其他的特殊刺激呢？我们就是全厂使用自来减少，为了减少自来水量，我们全厂有90%安装一个升水器。那为什么没有安装到全厂呢？是因为有时候打扫的时候，我们一些扫地阿姨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大量的水，所以我们这部分都会预留给她。那另外我们在100米二段式电费改成3段式，另外也设置电动摩托车的专用家庭停车场。那厕所走到一些闲置比较少人去的地方，我们就安装一个智能的感应。那我们还有一些利用扩建的时候，我们把窗户改成一个折射率高的，来避免一些暖房。那目前我们还在执行中一些节电的案例呢，我们有一些还有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电力监控系统。那另外就是太阳能发电的供应改善，那还有冷却水塔的效率，因为我们的冷却水塔是近几年购置的，所以目前我们还没去做它的节能，是因为它是新的，所以它所节省的效率并不高，所以我们都会优先以十年以上的机器来做优先。另外我们厂内有污水处理厂，那污水处理厂使用到一个生物曝气的部分，那生物曝气会用到一个空气马达，就是我们是24小时运转的。
那我们目前就是预计安装一个熔氧啊，一个熔氧监测。那当它熔氧氧度不足的时候，我们让空气马达再启动。那这部分原本24小时运转的话，到时候改成一个变频或者是熔氧监测，会有一个很大的节能效果。另外呢，我们就是供应数继续保持95%以上。那针对10年以上的马达，我们会优先更换 IE3 的高功率高效率马达。那另外 T5 灯管我们已经渐渐淘汰了，那渐渐会改成一个 LED， 主要是因为现在 LED 的技术比以前成熟，那效率也比以前好，价格也降了，所以这以前我们换成 T5， 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换成 LED。 那热水器的部分就改为热泵。那因为我报告比较快，不好意思，那我们简报到此完毕，谢谢。